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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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灰和小佳兄妹俩在村子里经常被别的孩子欺负，因为他们生下来就听不见也不会说话。每当这时，哥哥彭辉就会尽力保护年幼的妹妹。妈妈，你别不能让我，你别你你当时吐他孩子脚，当孩子，他那孩子是幼，心里非常难。我气了还气他脚，我那会气了好一天不成吧，别人可能。为了让孩子们能带上助听器，像正常孩子一样学说话，夫妻俩每天都省吃俭用，努力赚钱。半个小时才搁三十多块钱，三十多块钱一日三天有活的，两天没活了。毕竟前四五年有八成不得这个命，这个手起来啥不能动了。经过我的治疗，恢复了将近一年才能干活。然而，尽管夫妻俩拼尽全力，也只能买得起一副助听器，只好先给哥哥戴上。彭辉听到外界的声音，眼睛里开始有了灵气。小佳却依然在无声世界里迷茫。不久，兄妹俩来到开封雅歌聋儿语训中心学习。彭辉学得很快，每天都有进步。小佳和哥哥的差距更大了。妹妹弟不见我的了，妹妹弟见。就在这时，诺基亚回声儿童基金会了解到兄妹俩的情况，立即决定为小佳提供一副优质助听器。带上新助听器，小佳能够听到声音了。老在隔了一段时间去那接孩子的时候，孩子会说了，喊毛毛了，说了都会说了，我心里要高兴了呀，教教我真棒。现在彭辉和小佳每天都在一起开开心心说个不停，有声世界让兄妹俩更加彼此相爱。大家爱我，我爱大家。孩子能正常交流了，我心里非常高兴。谢谢石博文对我们孩子的帮助。